2022台中市青年模拟联合国际国际意识培训营活动正式开跑，3、2、1，全场掌声鼓励。代表这一次呢，活动正式开跑，谢谢。哇！那我们这一次是10月22号到23号啊，两天的时间。在地点在经典酒店，那我们名额大概是350名，我们希望台中市所有公私立的高级中学啊都能够这个有学生啊踊跃的报名来参加。那么这个因为我想这个是一个机会啊，让这个青年同学们呢、啊、能够对于国际事务啊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也安排了非常好的这个讲员，有专家来这个教授这些议题，这个议事规则。那么也请了我们的国际标准舞的这个专家啊，会来也给同学有这个国际标准舞的课程。另外也请了这个外交部啊，这个就是很高阶的这个官员来跟我们讲授啊联合国的一些经验，还有就是这个国际礼仪啊这方面。所以我想这次的课程非常的丰富。那么我希望同学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就是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台中市一个品牌啊，将来我们就是一个台中市的青年模拟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会不断持续的来办理。我想在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最希望就是让学生在一个拟真的环境之下，他除了能够让他语言能力的大幅度的进步之外，其实最重要是在这个议题的讨论中，能够了解国际的情势，能够知道台湾所在的国际地位，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非常诚挚的邀请所有青少年一起来参与这次的模联。如果你也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那就加入模联吧，因为 to be a modern is to change the world. Thank you， 谢谢大家。就以舞步来讲，那当然就是他们现场能学多少是多少，可是最重要是在互动的过程，我如何去看见对方怎么移动，然后我怎么去跟大家回应，这是我想在这一个课程里面想要跟大家分享。培训营正式开跑，耶、yeah! 很好，美女觉得耶得够吗？要不要再一次？